我是 Rebel， 今天是107年9月13号，美丽岛站高雄站，高雄捷运美丽岛站，19:18，所拍摄的是红线道橘线路成绩。我是平高站，这都 DM 到橘光号在里面。到橘线路成绩。到橘线路成绩，这是往橘线方向，不，西子湾方向。然后这是高雄捷运会议的，只有高雄捷运的转乘站。其余都是台铁或高铁往西走。月台在前面，月台就在前方。哎呦，这有怕赶不上的，西子湾的高雄捷运列车橘线车号175+2175+1176，三辆一组橘色高雄捷运列车，等一下。